Wiggles， 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住在海底世界，你最想当谁？我要当一只老虎，因为它最神气，你的嘴巴有这么大。奇怪了，老虎是住在海底世界的吗？Carlos， Anya 是说海底世界。哦，对哦，那我要当一只鲨鱼，一个嘴巴有这么大。那我的嘴巴这么小，我要当一只嘴巴小小的热带鱼。那我要当一只鲸鱼。因为啊，在海底鲸鱼最大，所以啊，在海底世界里，就算他想睡觉，也用不着害怕嘛。我想要当，我想要当章鱼。嗯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章鱼有八只脚，可以同时穿很多好好看的裤子哦。跳起舞来啊，一定就会像章鱼 Henry 一样，一定很好看哦。哎，章鱼 Henry 来了。Hi Wiggles。Wiggles， 我们大家一起来跳舞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章鱼 Henry。章鱼 Henry 住在蓝蓝大海里。章鱼 Henry， 好朋友有我也有你。Henry 有个大乐团，演奏在海底沙滩。章鱼歌他最爱唱，你也和他一起唱。大家和我一起唱。章鱼 Henry 住在蓝蓝大海里。朋友有我也有你。嗨，大家好。Henry 是个大天才，为了朋友忙做菜，蛋糕、松饼还有派，海苔口味他最爱。章鱼 Henry 住在蓝蓝大海里。章鱼 Henry 好朋友有我也有你。嘿，大家听啊。Henry 每天笑呵呵，和你一起很快乐，穿好鞋和八角裤，为你跳着章鱼舞。章鱼 Henry 住在蓝蓝大海里。章鱼 Henry 好朋友有我也有你。拜拜，大家再见了。